总是八年的相处哦，我们所有恩怨情仇就到这一天啊。我还是送你一句很好的话，这其实是三句话。美国一位很伟大的林肯总统，他在南北战争解放黑奴之后，他讲了三句话，这也是我个人的座右铭。他讲第一句 With malice toward no one， 对任何人皆不怀抱恶意。 With charity for all， 对所有人皆怀抱慈善。最重要的第三句 With firmness in the right， 对正义公理永远坚持。我希望这三句话送给你，送给四五同仁，在最后这四个礼拜你们好好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天，可不可以做到？可以。好，那林元跟我今天是对你跟对我们整个市府团队，我们肺腑之言，谆谆教诲了。今天是我们对你柯市长跟柯市府团队上的最后一堂课，现在下课不敬礼解散。